当初让你住在这儿，就是不想让你跟你妈吵得越来越激烈。但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对吗？是时候回家了。这不是逃避，是策略。谈判也是需要讲究时机的。我呢，准备再等两天，让我妈彻底知道我的决心，这样她的态度才会软化。再说了，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你多待两天呢。 你别赶我走啊！没有人赶你走，但你想一想，我跟你妈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。那如果你跟你妈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她会觉得我诱拐了她的女儿，那到时候怎么办？我跟你妈的关系永远都修补不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……别可是了，你想一想，你想想我跟你妈的关系，你为我考虑一下，可以吗？考虑一下。 考虑一下，好吧，为了我们，我也要好好做一下我妈的工作了，棒棒的。 等一下，你进去要好好跟你妈沟通。嗯，我能不能进你们家门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这么盼着进我家门啊？嗯，让你名正言顺的当我的家属呢，首先要过你爸妈这关。你妈就是我未来的岳母大人，我得罪不起。都开始叫岳母了。嗯，金淑川，我发现你谈恋爱以后说话越来越大胆了。都是你培养出来的。好吧。 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嗯，那是不是应该给点力量呀？好，走了。加油啊！嗯，不要发脾气啊。嗯。啊，控制一下情绪啊。放心吧。 妈，对不起啊，上一次是我太冲动了，不应该顶撞你的。不是顶不顶嘴的事儿，我告诉你徐来啊，找男朋友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得听妈妈的。女人少另一半，工作要稳定安全，而且要顾家。我已经认定季时川了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的另一半指的是他。什么叫认定了？这什么就认定了呢？ 他凭什么让你死心塌地啊？凭他10年前救过我。什么10年前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怎么回事啊？10年前你们离婚那一年，我就恨你散心，结果遇到地震了。我在废墟躺了一天一夜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。要不是靳时川，我早就死了。 是他把我从废墟里救出来的。那你怎么没早跟妈妈说？我说了有用吗？你们只知道吵架，从来都没有顾及过我的感受。我说了有用吗？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我没有完成任务，又把事情搞砸。 Thank you.
刚刚回家我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可是我说完以后马上就后悔了。我知道我妈听到那样的话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我最讨厌我爸妈吵架了，结果长大以后我却总在做自己最讨厌的事情。可是我也控制不了我的情绪。你说，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把最坏的情绪带给最亲的人啊？可能就是因为太亲近，所以才无所保留吧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缺乏沟通，有时候把话说清楚更好，你妈才能了解你内心的真正想法。但愿如此吧。